早上差不多11点钟的时候吧，我在门口外面听见嘣一声，后面进来就看到那个三星 S7 手机爆了，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，后面我就打电话到三星售后去，但是给的答复居然是叫我拿这个手机去厂家售后那里去维修，这个手机都爆炸成这样子了，还怎么能够维修呢？离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